Ahmed, Ibe, Tash. Ah, 加油！哎，很棒。大家好，我叫穆亚沙尔，是两个儿子的妈妈。这是我大儿子乌维斯。乌维斯练击剑大半年了，就是有一次在奥运会，就是看到击剑这个体育项目，特别喜欢，就想我也要当奥运冠军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家长也特别支持他，在这练了大半年。毕竟这个击剑不光是体育锻炼呀、体能方面，还有他的判断力啊、专注力啊，都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你们看那个戴着黑色头盔的就是我家老二，他叫斯戴斯，昨天刚满3岁。一个是男孩，肯定是体育运动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在这里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呀，团队呀，竞争呀，他练得也越来越活泼。你怎么那么厉害呢？站直啊，坐，快快快，马上完了，坚持住，停。棒啊，棒棒的，哎！这是我的娱乐基地，地上的拼图都是我拼的。这个霸王龙拼图是200片，2个小时拼完的，厉害吧？好了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就是5岁的时候拼的，5岁生日给他买了这个拼图，他一会儿就拼完了。我作为妈妈的也特别激动。霸王龙、阿拉伯、复制龙、嘟嘟龙、剑龙、剑龙。这是我老公，平时在那个石油公司上班，他回来的次数虽然比较少，但是每次回来，所有的时间就用在陪伴孩子了。你比较喜欢吃什么？蔬菜、水果、面包。